上到嚟呢度就梗系唔系影自己个靓样啦。大家欣赏一下圣何塞日落嘅景色啦。唔好怪我点解咁静啊吓，因为呢度咧嘅情调咧都非常之浪漫嘅。本来咧我都好怕冻嘅，咁啊都谂下啊，可唔可以坐出边咧，定系坐里面窗口位咧？但我觉得咧坐出边系真系靓啲嘅，同埋都唔紧要啦。佢有呢啲暖炉灯啊嘛，系咪叫暖炉灯嘅呢啲？系啦，咁诶都仲系接受到嘅。咁我就叫咗一个Italian 嘅红酒啦。咁我自己对酒都叫做有少少研究啦吓。咁就叫做一个2011年嘅 Barolo。咁我觉得佢嘅味道非常好啦，入口啫，我都唔系好中意啲太 fruity 嘅酒。咁佢入口咧系点讲，好似有啲木味咁嘅感觉，系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廚師送嘅一個chef special 嘅一水嘅，咁我未試，咁轉頭試。好啦，陣間多啲嘢食嚟嘅時候咧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先。